翔不在。我们今天跟做到是五块送。对，我看到了，果实哎，啊，结果了。它的花期好像是，记得没错的话，四月至五月。嗯，啊，如果结果的话，是九月到十月啊左右。啊，成熟的话是成为紫色。啊，紫色，成熟。啊，因为来学校带小孩，刚好看到，我掉的满地都是，都是那个。左岸松的种子，然后剪一堆了，剪一堆了，那我回去再整理一下，哎，我来看一下，我会处理把壳去掉，然后泡水泡一天，好，然后再来播种，很多，因为我这边靠海的关系哈，风比较大，还没熟就掉了。你看有没有？有些掉光了。嗯，找一下。特写一下。这样。因为风大的话，啊，就容易掉下来。对。啊、这边。嗯。难得啦。难得。还蛮多的。啊，这还没掉下来。记得哦。九月到十月，我猜还想到，应该到十一月中应该还有，各位，再去找，你想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那我回去的话，再录一下那个处理的过程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下见喽。嗨，回到家里了，现在晚上，这是罗汉松的种子，现在要处理一下，就是把壳剥掉，我拿外壳剥掉啊。哦，好软了。先泡水泡一天，明天我们就要种了。先泡水，其实很少见了，我很少见到那么多的种子，罗汉松的种子，其实也不用剥啊，你看，先泡水好了，我以为很硬呢，不会，外面好像卖了像是绿色的，好了。先泡水了，先拿回来泡水泡一天，那全到了，跑出来了，停不下去，很少见有那个。那么多种子，那我先泡水了，然后泡一天，明天再来包种，我先放着，那我们明天见喽。经过一晚了，泡水一晚了，我们现在要来包种，我们喷子跟那个赤玉土，现在把它放撒在上面，均匀的放水。我选择赤玉土的原因就是它排水性好，那个空气也好，那个透
空气的渗透也好。啊，放进去。很多了，全部放。好，现在再用一层布一图，吃一图，跟着你吃一图，吃一图。今天有点吃卤蛋了，来。好，我们把它铺上去，盖一层就好了。好，盖成示意图。哦，可能呢要那发芽的话，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呢。对呀，我没有。镜头，好了，好，然后记得哦，标签要把它插上去，才知道说哪时候播种的。还记得啊、哦？那这次的影片到结束喽。哦，记得、哦、请订阅浩普翔 TV。阿翔盆栽啊，请订阅、按赞、按分享，铃铛记得打开哦。那就拜拜。